8月23日，朱正廷在自己的微博上传了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美丽的一天。照片中的他身穿白 T 恤牛仔裤，在拍摄现场与两只狗狗一起进行拍摄工作，画面十分有爱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啊，正正终于发了，500万和福利怎么都这么可爱啊，哥哥你搞到宝了，最近辛苦了，好好休息，爱你。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迎接更好的东西，以后我们也一定会陪着你越来越好下去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